一生中的三个男人，丈夫寿王、诗仙李白以及唐明皇，究竟谁才是他的最爱？我既然铁了心要跟着太白兄，我不能在意的事情应该还有很多。史上首度公开杨贵妃情爱秘史。记得你说过，自从遇到我李三郎，你就找回了一点父爱的感觉。不一样。7月4日起，中天娱乐台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杨贵妃秘史。